迟到。迟到好过没有到。对，人没到，礼也总算应该要到。是的啊，礼没有到，电话也应该要到。对，祝福也要到。啊，交到。哇，还有点歌啊，跳到，跳到是跳跳是什么物件？跳到。他是跳跳个跳到。跳到这个活到啊。碰到了，哇，真气的，颈椎啊，颈椎啊，哇，大家都很有才哦，真的是。碰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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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啊，你过年有登厝无？啊，过年之前嘛，过年之前，好啊，啊，没去跟人吵架啦，对，对对对，吵架，打打打打物啊，吵架，吵架，哎，就是人家走你也走了，把你扛着的。哦，挤是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吵架。来，来唱来一首《迟到》，之后你想要来什么歌啊？啊，再来一首广东歌。好啊，这首歌比较大家比较会熟悉的。好好。送给大家一首。上海滩啦，系咪？一首。唱《迟到》，唱上海滩。呢首歌我唱啊，老板会扣我。冇问题啦，老板你睇嘢啦，冇问题啦。老板讲，如果要唱这首歌的话，就要唱两首，你一首。我们改版了啊！哎，好，来听听看，是一个新的版本吗？啊，没有，唱回原装。原装，好，那我们就听我们的老师白佛鼓唱的。我要学什么歌？我的一个大公仔，吃不饱的饺子，枕头还有万圣怪，我多谁想不开。是一首黄天光。
哎，来，你先唱啊！我好久没有唱了，送上这首《康秋吧》。哦，有气有魄不？我有气有魄。哦，那我不对呀。这首歌是克男不克女啊。像沙猴猫咪这样，对，克男不克女。好，那我们听听看好不好？请我为你带来的《康秋吧》。秒许下